媳妇儿啊，晚上我们吃点啥？都行啊，帮我拿下袋子、啊。干嘛呀？哎呦，谁呀、啊？这个女人媳妇儿、哎，美女，我老公在这里哦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就换个衣服，这里面有打底衣的。不是，什么叫换个衣服？这是公司，你怎么不注意形象呢？对呀、啊，你看你这么大个肚子，你好意思跑到这里来换衣服？对呀、啊，羞不羞？比我肚子还大呢。就是，哎呦，你看看这个样子。天哪，我帮你。这穿的啥衣服啊？这是？哎呀，这衣服太紧了，你们别见怪，我也是没办法了。不是，你为什么不在家里换哦？就是啊，跑到这里来换衣服。我今天呢要参加一个同学聚会，可是我那个老公特别小气，根本都不让我穿得好看出门。那我都答应人家了，我只能说到外面来换一下了。为啥不让你出门吗？是啊。他可能是怕我那个以前那个初恋呢也在那儿，但是人家带老婆来的，有啥好怕的呀？哎，我说你这个老公啊，就是不自信，对，对不对哦？人家也是爱我嘛，没关系，我换一下就好了。老公，咋了？你没发现吗？他肚子比我大，怎么穿上去都看不出来了？哟，还真的，你看他这条裤子的腰头这么高，把他大肚子全部包住来了。哎，美女啊，你这什么裤子啊？穿上去这么神奇哦？显瘦的裤子呗。这个裤子啊，今年可流行了，收腹提臀，你看一起的，可方便了。哎，那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这裤子既然这么显瘦，我也就150斤，还没你胖。肚子大点，你脱下来给我试一下嘛。是啊，叫我媳妇试一下。这样子啊，嗯，没事，反正我也不赶时间。这样子吧，我这里面呢有一套给我同学带的，先借你试试吧。谢谢你，美女。没事，还有一套啊，赶紧试一下。这裙子啊，勒死我了。这是你瘦的时候我给你买的。快点帮我一下。哎呀，你这也挺紧的嘛。对呀，勒得我都喘不过气。可是我买不到合适呀，刚才我们也逛了街，我没有穿的。我懂你，我们胖人呐、啊，穿什么都紧的勒得不舒服。但是这个裤子我觉得挺舒服的，你试一下。啊，我试一下。嗯，哎呦，行不行？好舒服，这弹力好大哦。嗯，哎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把我150斤这么大的肚子给我遮起来。你看，提起来不都包住了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你看，这穿的腰是腰，腿是腿了，大肚腩全部被遮住了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看。这弹力还这么大，不紧不勒。主要你看这微喇的裤脚，特别修饰我的腿型呢。把你的腿修饰的又长又直。还有个衣服、哎，你这个上衣好像个假两件哦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假两件，它比这两件要舒服方便。我都没穿过这种花边的，好减龄，看着有点显贵气嘛，我觉得还。挺好看的。你看你能穿得了不？可以穿，可以穿。哎，老公怎么样？好看，媳妇儿。你这穿起来看着就像一百岁一样的。那老公穿得这么好看，我想买。哎，美女，嗯，你这么好的衣服都是在哪里买的？教教咱们呗。很简单，你就点这个直播间进去啊。这个裤子一穿都是几十块钱，主要是啊，能穿到200斤呢。哇，这么划算啊！那老公多给你买两身。行。